觉得好不好玩？花莲野猴子探险森林是一座位于山林里的探险基地，利用原始树木搭建平台，架设滑索、索桥，提供森林探险关卡。这个我们活动啊叫树冠层探险，其实它的特色是什么？特色就是在树上面开始玩，它有走路，就一些走钢索，类似一些高空探索的活动。当你在上面的时候，一定会看到一些小动物啊，像小鸟啊，或一些攀木蜥蜴。所以呢，这个活动好玩的就是你可以在树上面感受猴子的高度是什么，它在上面是怎么走动的，或者在上面怎么滑行的。探险森林不仅有好玩的滑索，还有吊桥、独木桥、单索、双索及 V 字索桥等设施，更有一座园长的森林小火车，是为了载送肥料及采收农产品而建的。如果运气好，你也有机会搭乘体验哦。你好，我们是从香港来的，我们大小朋友一起来到这里，我们觉得这边很好玩，小朋友也觉得很刺激。对，你最喜欢玩哪一个？我最喜欢就是飞的那种。被虫打破树，被都打破树的那种。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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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，好好不好玩啊？很好玩啊，好玩。刺不刺激啊？刺激。